好，歡迎大家收看這個節目，我是小提琴手葉兆熙。今集呢，我就會拉 Suzuki 第一冊最後的五首曲。如果你是看這條片的時候呢，我有一件事我是想大家做的，就是將你所看到的和自己拉的比較一下，看看有什麼不同，可以是個音色的不同，可以是用功的快慢，用功多少的不同。如果你看到有這些不同的地方，看看作為一個參考，會不會你喜不喜歡呢？如果你喜歡的話，你會不會問一下自己，是我是怎樣做呢？或者你不喜歡的話，你有沒有覺得哪一道是做得不好呢？即如果大家看這些片的時候，可以有這些疑問，有這些問題的時候，你是會想多一件事，而出來的效果呢，首歌是會立體很多的，就不會只是一堆音符和一堆節奏。
如果你問我有哪幾點是這本書想我們學到的，我覺得第一件事最重要的就是節奏的變化，節奏和拍子之間的關係。大家有沒有一個很穩定的拍子呢？會不會可不可以堅持到半分鐘，你的拍子是不會衝快不會拖慢？有沒有試下跟個拍子機對一對呢？如果你有一個穩定的拍子，那才可以去講不同節奏的變化。那在節奏裡面呢，一拍其實很簡單，我們不用講，如果我們可以跟到個拍子機它快的，我們跟它一樣快，我們跟個拍子機一樣，那其實這個我們大體上都可以當它為之一拍。咁如果兩拍嘅話，咁咪即係數住你聽到拍子機打兩下，咁為之兩拍。一般我哋係咁樣即係去理解嗰個音嘅長短啦。我覺得比較難去掌握嘅咧，就係十六分音符，即係 semi quaver 啦，同埋半拍 quaver 呢個比較上會難少少。咁如果大家數一拍嘅時候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大家可以平均去數到兩下聲音。如果你數一二的話，平均一二一二，咁呢啲已經是半拍嚟嘅。一二一二，如果數四下的話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嗱，呢啲又係呢啲就係 semi quaver。大家看到我一路喺度講嘢嘅時候，大致上咧呢個拍子都係冇變。咁如果我做到，其實大家都可以做到的，只是呢你多不多用拍子機去練啦，是這一樣東西。第二樣就是，對不起，其實現在都還是第一樣。好了，那你有這些 semi quaver 啦、半拍啦，可不可以將它們試一下不同的組合，而仍然是屬於這個拍子裡面呢？即譬如如果大家看到熒幕上這個節奏，一個半拍，對不起，一個一拍半，再加一個半拍，大家數的時候，拉的時候，或者拉這個一拍半的時候，數不數到裡面有三個半拍呢？即是如果我就唱的話，應該是哒哒哒哒，但其實裡面是三個半拍的，是不是一拍半裡面有三個半拍？會不會感不感覺到三個半拍在裡面呢？哒哒哒哒，所以變咗其實係咧兩拍裏邊咧，我哋真係可以數得出有四個半拍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或者譬如 semi quaver，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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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需要咧我哋有一個好穩陣嘅拍子啦，同埋我哋真係唱嘅時候咧，我哋肯定咧裏邊嘅嗰啲節奏是平均，是不會一二三四一二三，即係唔會咁樣係一二三四一二三四，或者係一二一二一二。就如果你攞到呢一樣嘢咧，這個節奏感咧，咁譜上邊嘅曲咧係難唔到你嘅。我自己覺得節奏係比起嗰個音高咧係更加重要，因為我覺得咧喺遠古時代的人呢，當他們在個洞穴那裡呢，其實他們怎知道是什麼音呢？他們真的不知道什麼音，應該是最自然的，是找一些硬物，找支木棍去敲，或者去提他們的同伴。聽到譬如三下就代表什麼，可能三下就要有敵人來了，兩下就可能去睡覺，可能是這樣。所以其實我覺得節奏這件事是先過那個音的，所以大家拿準那個拍子，那個 pulse， 第二在那個 pulse 裡面呢是很平均地去演變一些 去變一些節奏出來，而這些節奏呢一定是跟那個拍子是有關的。我哋話兩拍好容易啦，但係如果兩拍你拉唔足兩拍，或者你唱唔足兩拍咧，咁你之後咪越嚟越快咯。所以唔好睇少兩拍、三拍呢長嘅拍子，你數唔數得足四個半拍咧？因為兩拍裏邊有四個半拍，係咪？或者一拍裏邊有兩個半拍，或者三拍裏邊有六個半拍，即係你一定要拉嘅時候咧，真係要數足佢。有好多人咧，佢哋拉一啲長嘅拍子，譬如落弓嘅時候咧，佢哋真係數得足數得出四個半拍，一、二、
三四，但係上嘅時候唔知點解一二三，跟住就落咗另一個音啦。第二就係個 sound quality 出嚟嘅聲音好唔好聽咧？你如果拉啱曬啲音，你音準拉啱，節奏拉啱，但係如果係好硬嘅話，咁當然唔好啦。即係如果你拉呢啲咁嘅聲，或者就算可能你拉一個音出嚟，你唔係成個音都咁難聽，咁但係你壓落去嘅嗰部分咧係維持超過一秒或者半秒，好明顯有一個壓嘅音色，咁已經係即係你唔可以接受啦。咁你要睇下係咪你嘅手腕啦，或者你的手臂咧係硬嗰頭，唔好將呢一樣聽音色嘅工作啦，或者你要做嘅嘢咧，係交俾其他人，交俾你嘅先生去話你聽。始終咧，先生只能夠一個星期咧係見到你一次，最多或者有啲勤力啦，可能一個星期見你兩次，但係每一堂只係45分鐘啊，或者一個鐘頭。大部分的時間呢是你自己的先生，所以如果你有好的耳仔呢，聽一下究竟現在音色如何。第三樣是那個音準，手指的開合做不做到呢？譬如如果我現在要由這個 E 這個 Mi 去，然後下一個音拉個 F sharp，咁你手指分得夠唔夠開咧？這個先係準嘅 F sharp， 定還是你係有分開，但係你只係分開咁多？咁你可能話：我有分開到喎，但係唔準啊，都未去到 F sharp。如果我哋要拉，我哋要彈三個音嘅話，係 Mi Fa So。咁大家知道 F sharp 同 G 係一個半音嘅關係。咁二三手指所以要黐埋，但如果你嘅二手指喺呢度嘅話，都未夠高，咁你又記得喎，但係你又二三手指要同二手指黐埋，咁有乜問題呢？咁咪令三手指都低咗咯。咁如果再加多個音要去拉埋個 A natural， 咁你又可能記得三四手指要分開，咁啊分開咗，咁但係大家聽到。咁邊係準呢？應該係。如果你真係想對音準嘅話，有好多方法可以幫你對嘅。用拍子對唔住，用音即係用調音器啊，用 apps 啊，或者最簡單，你如果四條弦係準嘅，已經可以用隔離嗰條線去幫你對，所以唔好覺得呢一樣嘢我冇咁嘅天分，我音準冇咁嘅天分，所以我係咁上下噶啦。其實唔係嘅，係有好多嘢可以幫你。如果大家想改善音準咧，即係除咗我哋小心啲聽之外啦，練音階、練 scales。Suzuki 呢本琴書咧，唔係一本專係去練音階嘅琴書。一開始咧，如果我哋已經練啲音階咧，確實係好悶嘅。咁所以佢唔會擠好多嘢喺度。咁但係咧，呢本書咧，裏面都有講，略略講下 G major 係點樣啦 ，D major 係點。就算你拉一個八度嘅 scale 都好，或者 D major， 係咪啊？應該係咁樣，可以好好聽嘅。如果你聽到，咁梗係唔好啦，即係間唔中有一兩個音，或者你手指比較硬啲，或者手腕咧推唔覺意推咗去前面。咁其實只要個問題係，只要你知道咧都唔緊要，最怕係你拉到唔準，你又唔知道準又唔係好覺，呢個係係一個好大嘅問題，但係係可以練得到嘅，係可以練得到嘅。其實就係視乎你對音準嘅要求有幾高啫。第四樣。大家如果睇我頭先拉咧，唔知道有冇睇到有唔同嘅 staccato， 有 legato， 就係其實呢啲我哋叫佢做 articulation， 你點樣去發音？即係好似如果你講嘢，你點樣去講一個字？即係可能你好嬲之下去講一個字啦，同你好心情好平和之下去講一個字咧係唔同嘅。staccato
又有學生話俾我聽，佢唔中意 staccato， 因為覺得好惡。staccato 唔一定係惡嘅 ，staccato 係需要你拉嘅時候咧，你俾多少少力，但係一拉嗰下咧就放鬆。但係至於開始嘅時候俾幾多力咧，呢個就要視乎嗰首歌啦。如果嗰首歌唔係一啲好激昂嘅歌，咁你個 staccato 梗係唔使咁乾啦。staccato 係可以斯文嘅。咁視乎嗰首歌，正如 legato 一樣，唔一定 legato 就係、是、啊，一定係好柔和。如果你要一啲好澎湃或者係一啲好個音色需要係好厚嘅，咁就算你 legato 係 legato 得嚟咧，係好有力量都會嘅。咁又然後又再講下啦，譬如嗰個弓速啦，如果佢係長嘅節奏兩拍三拍啦，好自然咧，通常咧個弓速就會慢啲。通常會慢啲。我諗難處係邊一度呢，就係、是、要喺好短嘅時間之內，幾乎係你未拉嗰個音之前，你已經知道哦，跟住落嚟嗰個音咧係要幾多弓，要幾快。難係難在嗰下轉速度嘅轉變，太突然嘅話咧會有 accent， 會有一個好強嘅音。但係如果你唔轉變嘅話咧，你會唔夠弓。通常是不夠功，多過會剩很多功，通常是不夠功。譬如用一拍的速度去拉兩拍，那當然那兩拍就會不夠功。即是練的時候多點留意你的、右手它用的功的速度是不是你心目中如果你要唱的時候那個速度，只能夠是靠大家練琴的時候是多點提自己兩拍慢、三拍慢或者一拍半都是慢 semi quiver 呢就快少少。第五樣我覺得重要的就是認音。有很多人呢拉 Suzuki， 點解中意拉 Suzuki？ 因為佢啲歌好聽。但係個弊處係乜嘢呢？就係因為啲歌咁好聽，幾乎唔使望譜，我都可以拉到下一個音啦。即係譬如一開始佢已經俾一首基本上唔使撳音嘅曲，大家去拉，超快上手。咁咁快上手，仲有咩需要去睇譜呢？咁慢慢咧就好容易以為我唔使睇譜都得啦。但我想話俾你聽，呢個係錯。你要由一開始嗰刻，你已經要去認音。你要去認音，嗰啲音符對你嚟講咧，要好似係你行街，你見到一個路牌，你見到路牌，你知道要。好唔好停低，或者係可以行，或者做啲乜嘢嘢？拉琴咧，其實就係幾樣嘅感官咧嘅一個聯繫嚟嘅，眼、耳、手嘅感覺。你唔靠你，如果你無唔用隻眼咧，你係少咗一樣嘢去用，咁咪個反應會慢咯。所有我講嘅呢啲嘢，包括個節奏啦。包括音色啦、音準啦，仲有發音啦、articulation 啦，都同耳仔有關嘅。好難話哦，你即係有本書係哦，你咁樣做就啱，咁樣做就唔啱。去到最尾咧，都係要靠耳仔去話俾我哋聽。拉嘅時候放鬆，放鬆少少嗰個注意力，試下咧唔好淨係集中喺你望到嘅嘢嗰度。即係當然啦，你可能拉得兩三次熟咗啦，慢慢咧試下將嗰個注意力啦分少少去聽嗰個音色如何。我哋唔可以話啊、哦，我做啱一樣，做啱拉啱節奏。第二步啦，就係乜嘢？其實係同一時間咧，要呢五樣嘢咧一齊係。一起去練的。如果有問題不明白的話，可以在下面的 comment 那裡呢是告訴我聽。我是小提琴手葉兆熙，下一集再跟大家見面，多謝。